这两天有段话刷屏了，说这段话的人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马骏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其实有点敏感，我也不确定这个视频能活多久，所以你们看到就是缘分。这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认为说，我们应该永久取消 GDP 作为增长目标，转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。那通常没有问题就不会有建议啊，所以他之所以这么说，肯定是看到了把 GDP 作为这个增长目标的一些弊端。他把这弊端总结成了四点，原文会有些长，也会有些隐晦，所以呢，我尽可能帮大家翻译一下。他说的第一点呢，就是各个地市呢，为了突出自己的站位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他们会习惯性的层层加码，就会把这个 GDP 的增速定的比较的高。但如果完不成的话呢，肯定会挨领导的骂，怎么办呢？只好靠借钱来搞投资，硬生生把这个 GDP 给顶上目标。可是这样一来会加剧地方债务风险的，也会出现很多低效率的投资，就会浪费我们的社会资源。第二呢，就是在 GDP 的考核压力之下，有的地方可能会虚报自己的经济增长数据，那大家都越报越高了，就会导致内卷，数据越来越假，就不利于科学的决策和有效的投资了。第三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数据下滑，问题是每年的基数是不一样的，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基数很低，所以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比较高，超过 8.5%， 但明年怎么办呢？如果说明年经济增速低于 8.5% 的话，那么就感觉是经济增速在下滑了，脸上不好看。但是如果明年的经济增速超过 8.5% 又实现不了，这就会两头为难了。第四，所有发达国家都没有设目标增速，为什么我们要设呢？把就业和通胀搞好，这才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。注意了，这里提到了五个字，市场经济下，这一点不多做解读，你懂就好。这些就是马委员关于 GDP 目标的观点了。不管他的观点正确与否，可以看到他直言不讳的把重点放在了政绩观上。但是取消 GDP 增长目标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恐怕呢要经过长时间的征求意见、多方论证，最后才会有一个合理的方案。